汕头大学2015届毕业典礼即将开始，请各位来宾关闭手机。如遇突发事故，请跟从最近的引导员指示，请在场引导员挥手示意。同时，请留意最近的紧急出口所在。请注意，体育馆内禁止吸烟和饮食。谢谢大家。The Shantou University 2015 Commencement Ceremony will begin shortly. Please kindly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For the unlikely event of an emergency, please identify your closest usher and take a moment to locate the nearest exit. Please kindly note that smoking, all food and beverages are strictly prohibited.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汕头大学2015届毕业典礼现在正式开始，请全体起立，有请硕士毕业生进场。The academic procession now officially begins. Please rise to welcome our master graduates.Thank you.
有请博士毕业生、校董及嘉宾。Please welcome our PhDs, council members and guests.请各位就坐 ，Please be seated。
有请大会主持人、汕头大学书记兼校长宋瑶珍校长。Please welcome the Master of Ceremony, Party Secretary and President of Shantou University, Song Yao Zhen. Respected Li Jiacheng, 名誉主席，各位校董，各位嘉宾，各位家长、老师、同学们，上午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隆重举行2015届毕业典礼及颁奖仪式。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典礼的领导和嘉宾：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基金会主席李嘉诚先生。汕头大学校董会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云贤博士。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理工学院杰出教授 Professor Dan Sherman。汕头大学校董会特别顾问、原教育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韦玉院士。汕头大学校董会特别顾问、中国工程院、美国医学科学院巴德年院士。汕头大学校董会特别顾问、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陈嘉尔院士。汕头大学校董、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杨福佳院士。汕头大学校董、中国工程院李培根院士。汕头大学校董、澳门大学全球事务总监兼校长特别顾问冯达玄教授。汕头大学校董、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霍泰辉教授。汕头大学校董、中共汕头市委书记陈茂辉先生。汕头大学执行校长、加拿大工程院院士顾培华教授。出席今天典礼的领导和嘉宾还有其他校董、海内外嘉宾、学校领导和各学院负责人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各位校领导、校董、嘉宾出席今天的盛典表示热烈的欢迎。同学们，我们的校董和嘉宾不辞辛苦，从世界各地拨冗莅临，使今天的典礼更显隆重。你们的家长和老师百忙中欣然应邀，千里迢迢来分享喜悦，你们一定倍感幸福。还想告诉大家的是，为让大家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终身难忘的典礼，李嘉诚先生、李嘉诚基金会的同事们、长江实业地产的工作人员、施工单位的建设者们、典礼的策划团队、汕头市的各级领导和学校同事们等许许多多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在此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请全体起立，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坐下。下面请汕头大学执行校长顾佩华教授致辞。尊敬的李嘉诚名誉主席，尊敬的陈玄主席 Professor Daniel Shechtman， 各位校董、顾问和嘉宾，老师们、家长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汕头大学隆重举行2015届毕业典礼及颁奖礼，首先我谨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圆满完成学业的2409名汕大骄子表示最热烈祝贺。向辛勤抚育你们成长的父母，细心指导你们的老师，关心和帮助你们的亲朋好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向全力支持并为学校发展倾注大量心血的李嘉诚名誉主席、陈云贤主席、各位校董、顾问、嘉宾和朋友们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同学们，四年前你们带着求学的梦想来到汕大，四年的学习生活，你们已然从一个志气未脱的高中毕业生成长为具有 sound mind and sound body 的人才。你们已经掌握了精湛的学识，养成了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精于推理和提问的习惯，培养了卓越的能力、素养、人品和奉献精神。你们是当之无愧的汕大人。今天当真理钟再次敲响的时刻，你们带着母校的回忆奔向你们的梦想，在你们起航之际，我代表汕头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宋尧真教授、全体教职员工向你们献上母校的期望与祝福。汕大自2001年全面推动教育改革，为的是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的时代，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和最优秀的公民，成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时至今日，汕大成功推行结果导向的一体化教育，通过精细化和个性化的可适应培养模式、先进的课程内容、通识教育、服务学习、英语提升、住宿学院、体育精神、领袖和团队的能力培养等举措，培养每一位毕业生的Sound mind and sound body。 正如2013年汕大奖章获得者潘凤杰同学所说，是汕大给了我追梦的希望，给了我实现梦想的翅膀。同学们，这就是汕头大学的承诺。十年前我第一次来汕大，李嘉诚先生曾问我， If there's one thing you wish to do, what will that be? 我记得回答说，希望回国能够推动工程教育改革，这是我的梦想。当时很多人，包括有些专家和领导，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的想法，但李先生鼓励我，全力支持我和同事们在汕大和中国推动 CDL 工程教育改革。今天汕头大学的 CDL 教育模式在中国工程教育领域星火燎原，我们不但改革了自己的教育，培养了汕大的学子，还为中国的几百所大学、几千名的教师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培训、辅导和帮助，使成千上万的学生间接受益了汕大的改革成果。在六月上旬召开的2015年 CDL 国际会议上，教育部的代表、多所大学的领导和老师们高度赞赏汕头大学对国家工程教育改革的卓越贡献。这只是汕大对国家教育改革贡献众多案例中的一个。同学们，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建立梦想和
和实现梦想的过程，而梦想的实现就是一系列阶段性的目标的实现。你会发现，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往往经历挫折和遗憾。有了目标和规划，还要有实现目标的热情和坚持的毅力，这就能将挑战视为提高自己意志能力和修炼人生价值的机会。我认为，凭着入世的态度做事，出世的态度做人，追求梦想，在任何成功和挫折面前，都能保持淡定和从容，建立自我，千般芬芳，滋味迷人，追求无我，高远境界，美景醉人。我想引用李嘉诚先生的话结束我的发言：善大学子能在世界任何角落参与竞争，成为社会的栋梁，而且能够找到回家的路。亲爱的同学们，无论你们走到哪里，善大永远是你们的家园。当你们再次敲响善大真理钟，愿真理的钟声永远伴随你们。谢谢。谢谢顾培华执行校长。我校今年共有博士、硕士、本科等各类毕业生2409人。下面请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主任、执行校长顾培华教授宣读授予2015年毕业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汕头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文件：汕大学位发2015-2号。汕头大学第九届学位委员会一次会议决定授予马衍波等14名同学理学博士学位，授予吴立奇等7名同学医学博士学位。宣读完毕。谢谢顾培华执行校长。现在请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学上台受礼。请李嘉诚名誉主席为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学颁发学位证书，请顾培华执行校长为受礼同学拨留书。吴立奇博士，陈树新博士，王丹敏博士，张建发博士，甘晋峰博士。吕国庆博士，李立言博士，张玉平博士，徐洪武博士，王岩博士，王栋博士，朱金秀博士，谢谢李嘉诚名誉主席和顾培华执行校长。现在请 Professor Dan Sherman 为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学颁发学位证书，
请顾培华执行校长为受理学生拨留书。张庆浩博士，马延博博士，杨刘博士，叶方琴博士，钱瑞申博士，房喜明博士，王同松博士，牛玉清博士，赵娟博士，谢谢顾培华执行校长。有志、有识、有恒、有为，是李嘉诚先生为汕头大学提出的育人理念。学校一直坚持这一育人理念，并把培育学生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贯穿于育人过程中，努力使汕大毕业生成为具有不断拼搏、追求卓越、全面发展的有竞争力的人才。为此，李嘉诚基金会特设立汕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下面，请冯达玄教授宣布汕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评选结果。根据汕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评选理念，经评选委员会严格评选，商学院2011级市场营销罗楚叶同学，理学院2011级生物技术刘志雄同学，获得2015年汕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提名奖，理学院2011级应用化学冼月娇同学获得2015年汕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宣读完毕。谢谢冯达玄教授，祝贺三位同学。下面请韦玉院士为汕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获得者颁奖。是。下面请汕头大学体育精神奖章获得者冼月娇同学发言。
尊敬的李嘉诚先生，尊敬的各位校领导，亲爱的老师、同学、家长们，大家好。我是冼月娇，来自理学院化学系。我不是体育生，跑步从来也不是跑得最快的那个，没有为学校争取到真正意义上的奖牌，但是我却能够获得体育精神奖章。我想这或许是因为在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体育精神并非纯粹我个人的成长和追求，而是整个团队的成长和担当。三年前我入选汕头大学高级户外拓展项目的徒步科考队，跟随队友一起去了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经历了不少风雨和历练。那时的我以为体育精神只是个人的更高更快更强。项目结束后，在学校的支持下，我和几位队友一起创立了汕头大学雪豹户外协会。我也渐渐明白，真正的体育精神应该是团队的相互协助和共同成长。我记得雪豹初建时，我曾带领几位队友去河源踩点，由于自身知识储备不足，导致团队在几乎消耗掉所有粮食的情况下被困在了山林之中。我们只能用天幕接雨水来喝，我们把一块小小的压缩饼干分成八份来吃，我们顶着饥饿又经过了一天才走出来。我十分的自责，但是我的队友从来没有责怪过我，反而给我更多的鼓励，这让我清楚地认识到身为雪豹会长的责任。我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我要跳出个人户外的局限，让自己成为豹友们最坚实的依靠。后来我对体育精神奖章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应该是让更多的同学、更多的人体会到运动、体会到体育的快乐。于是经过一年的摸索，我们雪豹团队斗志昂然，立志要把雪豹做成汕大最牛的学生社团。我们心甘情愿地为了项目和活动奉献出所有的假期和周末。于是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雪豹已成为全国百家体育社团。我们也组织了超过50场的户外活动，累计参加了汕大师生超过5000人次。能在汕大与户外结缘，我收获了毕生难忘的情谊。我还相信一个人只要敢于追求梦想，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全世界都会为我们开路。我在户外所受的苦都成了我前行的照明灯，它让我回到校园、回到课本的时候更加的镇定和从容。如今我已经拿到了美国德州大学厄尔巴索分校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我将会在异国他乡继续奔跑。或许我仍然跑得不快，但是我相信我会成为那个跑得最远的人。我没有忘记在我为理想奔波和奋斗的时候，家人给我带来的支持和温暖。我没有忘记在我生病的时候，舍友给我的悉心照料和陪伴。我没有忘记在户外徒步体能透支、心力交瘁的时候，队友给我的搀扶和支持。我没有忘记大学4年风雨兼程，汕大给我自始至终的仁爱。能在汕大读书，能与你们相遇，是我最大的幸运。我们与汕大同在，我们不言告别，不说再见。谢谢大家。
谢显月娇的同学。下面请顾佩华执行校长主持硕士学位授位仪式。请编军会执行院长引领医学院的授位仪式，请刘文华院长和理学院同学准备。请医学院全体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医学院赵梦琴等398名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赵梦琴等24名同学理学硕士学位，授予黄超英等140名同学医学硕士学位，王肖玲等9名同学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陆清扬等225名同学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医学院同学坐下。请刘文华院长引领理学院的授位仪式，请陈岩院长和工学院同学准备。请理学院全体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理学院陈良之等111名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陈良之等84名同学理学硕士学位，授予边彤彤等27名同学工学硕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理学院同学坐下。请陈岩院长引领工学院的授位仪式，请 Terry Bodenhorn 院长和文学院同学准备。请工学院全体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工学院谭希明等114名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谭希明等70名同学工学硕士学位，授予王周金等11名同学工程专业学位硕士学位，授予陈峰等33名同学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好，请工学院同学坐下。请 Terry Bodenhorn 院长引领文学院的授位仪式，请怀孝峰代院长和法学院同学准备。请文学院全体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文学院辛志明等19名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辛子敏等19位同学文学硕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
学院春同学坐下。请怀孝峰代院长引领法学院的授位仪式，请吕元院长和商学院同学准备。请法学院全体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法学院陈倩凡等35名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陈倩凡等7名同学管理学硕士学位，授予陈璇等12名同学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李明英等4名同学法学硕士学位，授予韩朱琴等12名同学教育学硕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法学院同学坐下。请吕元院长引领商学院的授位仪式，请白静副院长和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同学准备。请商学院全体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商学院张琳琳等23名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张琳琳等3名同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甘乐乐等14名同学管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杨木兰等6名同学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商学院同学坐下。请白静副院长引领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授位仪式，请王寿之院长和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同学准备。请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全体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谢玉娟等8名代授硕士学位同学请求授予硕士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谢玉娟等8名同学文学硕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坐下。请王寿之院长引领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的授位仪式。请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全体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宋宇飞等22名代授硕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宋宇飞等9名同学艺术学硕士学位，授予高德九等13名同学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同学坐下。硕士学位授位仪式完毕，谢谢。谢谢顾佩华执行校长。下面宣布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评选结果。经学院推荐，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评选委员会严格评选，评定工学院陈少克教授，
医学院庄林鹏主任医师，文学院彭建娥副教授获得2014至2015学年度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祝贺三位老师。下面请杨府家院士为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获得者颁奖。谢谢杨府家院士。下面请李嘉诚基金会卓越教学奖获得者代表彭建娥副教授发言。尊敬的李嘉诚先生，尊敬的各位校董领导，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早上好。非常荣幸在这代表获奖教师发言。我觉得与汕头大学是今生结下的缘分。25年前，我背着行囊跋涉千里来到汕头大学求学，此后走过万水千山，终回到母校任教，转眼间已在汕大的讲台上授课10多年。今天站在这里，我心中充满了感恩、激动和强烈的使命感。感恩母校教会我坚韧顽强、永不言弃，感谢汕大培养我成才的老师们，教我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感谢这些年来给予我无私帮助、无尽鼓励的领导和同事们，教会我诲人不倦、追求卓越。今天我无比激动，在这金凤花开、生意盎然的季节，见证各位同学成就学业，即将鹏程展翅。作为老师，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学生学有所成、快乐成长。最高的荣誉莫过于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输送人才。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我为身为汕大人而骄傲。接过手中这份奖，我感受到迫切的使命感。这个奖既是对我之前工作的最高肯定，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有力鞭策。10年树木，100年树人，我愿为百年事业尽自己绵薄之力，秉承有知、有志、有识、有恒有为的校训精神，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教学能力，谨记教书育人的责任，激励学生拒绝浮躁，求实创新，以博大的人文情怀
负起历史责任和现实担当。我深深地明白，我只是众多兢兢业业辛勤工作的善大教师中的一员，我们恪尽职守，传道授业解惑，努力培养好每一位学生，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良师。感谢李嘉诚基金会和校领导对我工作的肯定和鼓励，今后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今天所获得的荣誉理应属于汕头大学每一位辛勤工作默默耕耘的教职员工。让我们点燃激情，放飞梦想，共创汕头大学美好的明天，共创我们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谢谢彭建娥老师。下面请李培根院士宣布汕头大学奖章获奖名单。根据汕头大学奖章评选理念，在各学院书院推荐的基础上，经汕头大学奖章评选委员会严格评选，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志诚学院、志诚书院2011级新闻学张一迪同学，医学院2010级临床医学5年制李吕梅同学，法学院2011级法学李嘉华同学，理学院2011级应用化学鲁卓敏同学，文学院2011级梁伟俊同学，英语梁伟俊同学，商学院2011级市场营销卢家斌同学获得2015年汕头大学奖章提名奖。理学院志诚书院2011级教学与应数学与应用数学莫建平同学获得2015年汕头大学奖章。宣读完毕，谢谢大家。谢谢李培根院士。下面请巴德年院士为汕头大学奖章获得者颁奖。谢谢巴德年院士。下面请毕业生代表汕头大学奖章获得者莫倩平同学发言。尊敬的李嘉诚先生、领导、嘉宾，亲爱的老师、家长、同学们，早上好。很荣幸成为毕业生代表在此发言，这是对我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我人生的激励。同时还要感谢这个荣誉给了我一个压力山大的绰号“莫奖章”，这个称呼总会让我受宠若惊。汕头大学是一个给予学生希望和动力的地方，有幸从汕大出发，踏上我的追梦旅程。这趟旅程中难免有挫折，我曾无数次哭着想要放弃，但又无数次告诉自己不可以，因为每次跌倒再爬起，让我感觉离成功越来越近。大学4年，我一直信仰博尽无悔，止于至善，一路无悔追梦。在追梦的过程中，从未想过看到的世界
可以如此之大。入学以来，我便抱着读书是为了学问，从不看富贵的态度，一心向学。起早贪黑看书都是我学习旅途的常态。很多人都说学数学的女生尤其吃力，其实对我也不例外。但我坚信天道酬勤，我愿意付出更多来换取收获。我总觉得自己努力不够，总认为可以更加努力，因此四年来努力从未停止。说到这里非常的激动，从未停止过。艰苦努力，谦虚感恩，让我的学习旅途走得更远。学业虽然繁忙，但我从不以此为借口，因为我相信兼顾更是一种能力证明。于是我参加很多学生组织，同时我还相信奉献社会才能体现人生价值，所以我参加很多公益活动。奉献社会，帮助他人，让我的追梦旅程更加精彩。有梦想才是有意义的追求，我一直渴望走出中国，看尽可能大的世界。记得香港中文大学暑期项目的申请，我由于未达申请要求，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记得美国惠特曼交换项目的面试中，我以一名之差与之擦肩而过。我不甘心，我努力，我追求，终于我获得了瑞典西部大学交换生的项目。在国外，我学习到快乐生活、独立自由的生活真谛。在此要特别感谢李嘉诚先生，因为他帮助我圆了游学世界的梦想，让我有幸游历欧洲十国，看到这么大那么美的世界。要实现梦想从来不容易，我渴望继续境外进修，语言便是考试申请的第一关。由于雅思的费用较高，我曾身兼三份兼职，支付起三次考试费用，从深圳考到哥德堡，最后获得理想分数。但是我的申请过程也格外跌宕，经过多轮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的笔试面试，我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功被录取。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任何时候都要抱有希望。世界这么大，人生那么短，一旦踏上旅程就不能退缩。在此我要感谢汕头大学李嘉诚基金会对我的栽培，感谢各位老师同学对我的帮助，感谢家人朋友对我的支持。未来我将不忘汕大教诲，不辜负汕大期望，努力追求有志、有时、有恒、有为的人生目标。谢谢大家。谢谢莫倩平同学。下面请顾培华执行校长主持学士学位授位仪式。请编军会执行院长引领医学院的授位仪式，请刘文华院长和理学院同学准备。请医学院全体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医学院林真丽等255名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林真丽等255名同学医学学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医学院同学坐下。请刘文华院长引领理学院的授位仪式，请陈燕院长和龚学院同学准备。
请理学院全体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理学院蔡连纯等147名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蔡连纯等147名同学理学学位学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理学院同学坐下。请陈岩院长引领工学院的授位仪式，请 Terry Bonhoeffer 院长和文学院同学准备。请工学院全体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工学院蔡淑芬等271名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蔡淑芬等271名同学工学学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工学院同学坐下。请 Terry Bonhoeffer 院长引领文学院的授位仪式，请怀孝峰代院长和法学院同学准备。请文学院全体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文学院戴秀凤等95名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戴秀凤等95名同学文学学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文学院同学坐下。请怀孝峰代院长引领法学院的授位仪式。请吕元院长和请法学院全体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法学院柏香英等158名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柏香英等95名同学法学学士学位，授予宋建波等63名同学管理学学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法学院同学坐下。请吕元院长引领商学院的授位仪式，请白静副院长和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同学准备。请商学院全体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商学院陈梅飞等214名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陈梅飞等114名同学管理学学士学位，授予钟白锦等100名同学经济学学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商学院同学坐下。请白静副院长引领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授位仪式，请王寿之院长和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准备。请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全体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梅等100名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陈梅等100名同学文学学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坐下。请王寿之院长引领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的授位仪式，请王康华院长和继续教育学院本科毕业生代表准备。请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全体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陈喜亮等138名代授学士学位的同学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陈喜亮等138名同学艺术学学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同学坐下。请王康华院长引领继续教育学院的授位仪式。请继续教育学院代授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代表起立。尊敬的顾佩华执行校长，我引领继续教育学院陈维等241名代授学士学位同学的代表请求授予学位。根据汕头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我代表学校同意授予陈维等241名同学学士学位，请同学们戴学位帽并拨流苏。请继续教育学院同学坐下。学士学位授位仪式完毕，谢谢。谢谢顾佩华执行校长。在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在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厅和汕头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今年4月9日，教育部发函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汕头大学与全球知名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合作筹备设立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不久的将来，一所一流的理工学院将在学校的旁边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汕头大学将以此合作办学为契机，不断提升师资水平，不断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服务社会能力，努力培养创新、创造、创业型人才。借此机会，为让大家了解以色列理工学院，现在播放以色列理工学院介绍短片。
下面请此次毕业典礼及颁奖礼的主礼嘉宾 Professor 丹学们致辞。大家好，President Gu, Mr. Kasheng Li, Ms. Selina Chow, Chairman of the Board Chen, Party Secretary Chen, faculty, alumni, board members, happy graduates, proud famil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honored to stand before you in this new arena of the great University of Shantou in Guangdong Province. Establishing a university is like establishing a country on a small scale. Declaration takes courage and leadership. Building it takes time, money, wisdom, and efforts of many. But maintaining its high quality is an ever more competitive, in an ever mor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over many of years is a major accomplishment. Dear graduates, this is a great day for you and your loved one, and for many of you, a turning point in your life. Now that you have graduated, think about the greatest gift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Something very precious, something that you will really enjoy for a long time. Well, you are very lucky. For that wonderful gift has already been given to you, and it is the gift of life, and you have it. Do not take it lightly. The chance of an individual to be born is as close to zero as you can imagine. And yet you are here, alive and active. However, this so very rare gift of life has an expiration date. Use it wisely. And you already started the right way. You chose to study in the prestigious Shantou Technical University, and today you are graduating. Now you'll make decisions that will shape your life. When you will grow older and look back at how your life was taking shape, you will realize that over time, you have made very few important decisions. One such decision you have to make now. What's next? Seek a job? Continue learning path for a higher degree? In our fast-changing world, you'll have to continue learning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Do not stand behind. Be proactive and competitive. Yes, you are skilled and talented, but so are other people. And you will have to compete, and it may be tough at times. So what does it take to succeed in your professional life? A few words about Darwin,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 gazelle in the wild has to run faster than the lioness, or rather faster than the other gazelles. But we do not live in the wilderness, so what does it take to be fittest in modern life? What skills do you need to succeed in your professional future? I will mention two important such skills. The first one i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s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your own and other people's emotions,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different feelings and label them appropriately, and to use emotional information to guide your thinking and behavior.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eople with hig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r in practice have social skills, have greater mental health, exemplary job performance, and more potent leadership skills. So, rule number one, develop your social skills.
Number two, become an expert. Choose a field that you like and become an expert in it. Try to be the best in your class or workplace. Thrive to be the best in the world in your field. And I promise you, if you will develop your social skills and become an expert, you'll have a wonderful career. And one last comment. Develop your entrepreneurial skills and become a technological entrepreneur. Instead of seeking a place in the job market, develop a new idea and turn it into a startup company. This way, you will first create one job for yourself, then for a few more employees, then for 100, and then the sky is the limit. Among the honored guests in this wonderful commencement ceremony is Ka-Shing Lee. He has shown us that with social skills, expertise,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the sky is indeed the limit. In this important and happy day of your life, I wish you all wise decisions and a very successful futur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Dan Xueman.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先生致辞。尊敬的陈云贤主席 ，Professor Shipman，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早上好。每年夏夏炎热的时候，我的心总是充满热情，期待与大家见面。杰克，你们肯定松了一口气。那些辛苦温习的漫漫长夜已经过去了，红日的光华照亮前路，你们好像年轻的凤凰，有劲的翅膀，准备高飞，迎战人生。我和校长们很高兴能够与你们分享这快乐的时刻。昨天晚上，一位同学对我说：“以你们的语言表达衷心的祝福，就是同学们，你们太牛了。”谢谢，谢谢。你们可以为我做一件事吗？我们一起鼓掌，谢谢每一位为汕头大学新体育馆热烈赶工的同事。谢谢，让我们再次鼓掌，感谢汕头大学每一位行政人员和老师无私的奉献，坚定不移推动高校教育改革，让我们鼓掌，谢谢他们。感恩有特强的感染力，是一股锐气，大人的正能量，推起执政的态度。是一股为心灵充电、造就成功的超能量。我认为，同理心的威力也是无可量度的，是世界上回报最好的投资。同理心像储备货币一样，它的规模、它的流通、它的价值，在人心之中是实在、全面和绝对的。
年轻的同学们，你们可能觉得这是老生常谈，这一行囊其实你不在乎它才是一个关键的失误。今天世界对成功者有三重底线的最不基本要求，成功者要对经济有所掌握，对环境保护有所承担，对人类生活有所贡献。如果你想成为明天的领袖，世界对你的气节和能力要求基准更高，有同理心的人才能是求成者。求成者的眼中一切都是蜜，求成者在熙熙攘攘的事态中依然可以找到解码的方法。求成者的内心有追求，对自己有定位，是一愿意为改善今天不断寻找最佳的方法。二，他们精明，没有一大堆主观的标签，对明天有责任感，拒绝不认真僵化的做事方法。求成者有非线性思维，有纵横合一的真功夫，不怕用炮身心的知识、新的领域。那些看不见的联系是他们创新的路演，因为有使命感，他们知道谦卑而不妄自菲薄，因为爱勤奋工作，爱思考探索，乐在其中。最重要的是，人能上断，人能上折，是求成者一生的定义。我们要把这种态度严肃内积在人生的操作系统当中，且内核不断升级，不断优化，并用心的记忆，动静的升华，做人处事节奏的掌握，运行自如，有效做出最好的判断，最好的选择，打造自己的运气，建立充满光芒的人生。大家都知道，汕头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理工学院合办一所新的大学。今天我借用犹太长老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不为己，谁人为我？但我则为己，那我又是个怎样的人呢？只有求成者对这个问题有真正的答案。各位亲爱的同学，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选择做一个求成者，我对你们充满信心，我知道你们愿意在责任的路上活出成功、丰盛、快乐和充满尊严的人生。今天你们以上代为荣，明天上代必以你们为荣。谢谢，谢谢。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李嘉诚先生热情洋溢又充满哲理的讲话。请毕业生同学起立。请汕头大学合唱队引领大家一起唱《大学问》。现在，我宣布汕头大学2015届毕业典礼暨颁奖礼礼程。
毕业生。现在请全场倒数三秒，所有毕业生向上抛起学位帽，三、二、一。Congratulations to the graduates of 2015. 现在有请台上嘉宾退场。The platform party and guests will lead the reception.